我也很开心。对，这个永远亮丽登场哈。但是我很好奇，就是呢，这个平常啊，你都究竟怎么样可以每天维持这么亮丽、这么棒的状况？讲真的，我现在床头会是放一个那个空盒子的 TK Lab 的盒子，然后只要一喝完，我就立刻补充进去。所以我已经持续大概半年来，就是早上起床空腹就喝一包，然后睡前也喝一包。然后因为有时候常常会有突然需要很瘦身材很好的工作，是，然后你知道减肥什么的，可是如果积极就突然变瘦的话，很快会流失胶原蛋白。对，因为刚才在那个前导影片你就是分享这个，对对对，就突然瘦下来了，然后就这个会凹啊，或者眼皮也会凹啊，那就很可怕。对，就还好有人劝阻你要不对东西。对，然后我只要喝了这个之后，我可以瘦得很漂亮，然后脸上还是非常的端端端。真的，我们看得出来，因为这个状况非常非常好。Yeah. 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刚才其实，在广告中也有一幕，就是每天很忙碌，国际巨星，你有很多的身份，是，然后还要当妈妈，但常常会有崩溃的时候。对，那这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呢？我觉得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些自己的空间时间，然后比如说真的快要崩溃了，赶快想说。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崩溃的时候，我不仅是对身体不好，然后脸也会变丑，赶快回房间立刻把门锁起来，然后那个喝一包胶原蛋白，让自己冷静一下。对，然后好，等到觉得说自己那个脸已经没有在涨红或者是青筋暴露的时候，再赶快就是微笑出去面对孩子，然后他们如果再烦我的话，说好，然后赶快去酒柜开一杯红酒，然后再喝一杯红酒。就是每天找一些让自己会开心的事情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想哦，这次真的非常开心，这个 TK Lab 在2022年找到你合作，是，然后呢，这个担任代言人，要不要聊一下是怎么样开始这个合作，契机是什么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 TK Lab 呢，他们是我的忠实粉丝，他们就是不断的在 follow 我，然后想说，哎，小孩子怎么可以消失了那么久之后再出现，然后还是一样漂亮跟受欢迎？他们想说这样的人。不签他怎么可以？所以他们立刻邀请来当他们的代言人，马上跟你联络，邀总经理在台下。我说的是真的吗，总经理？对，而且总经理刚刚有说，他是我的粉丝的。总经理刚刚有说，这个跟你合作之后，业绩真的非常非常棒，超过2000倍。真的假的？刚总经理有跟大家报告，2000%，2000%是什么意思？2000%是什么意思？是本来卖多少，后来变多少？大概有卖到100座101的高度，真的假的？卖到了100座101的高度，掌声啊，很厉害！你很高哎，对，你这叫横的放还是直的放？都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意思吧？对，那你要给我包红包，还装没事，这好事要瞒着我啊，非常厉害，好，那只要分我一点点，因为我有让你知道。好了，我先给你一点。吃个饭，所以刚才身为代言人，就很希望自己代言的好产品能够被大家分享给大家。对，而且其实你除了代言，你其实都会分享给家人。听说姐姐啦、妈妈啦，大家都会抢着喝。我现在身边真的是只要是女性，就是一直烦我，就是只要被我推荐喝这个 TK Lab 那个胶原蛋白饮之后一阵子，然后再碰面，他们就说你摸我。你摸我，我说干嘛？我为什么要摸你？你摸，你摸，就连他们喝的都超有感。对，然后我就摸，我说哦，怎么那么滑？他说对，你看，谢谢。然后连那个，比如说同学的妈妈也会传讯息给我说，哎，我有看到你那个广告，感觉真的好像很有效。我就说真的非常有效。他就说，那我一定也要赶快去捧场一下。是，然后我就说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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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送你就好。哇，真的很棒，就是也是可以拿来当成是做人的好礼物，真的是一个很棒。因为真的是每个人喝完都说很勇敢，即使我没有在持续的送他们一些就是不熟的人，他们就自己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团购。哦，很棒哎！像我有很多工作人员就是那个发廊已经堆了好几百箱了，太好了。而且因为我觉得 TK Lab 非常的贴心，因为他们就省了一些行销通路的费用，让消费者可以最棒的价格。对，是我们的美丽，没错，喝到最好的产品。所以你喝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，对，你自己的心得呢？我就觉得我整个皮肤状态，然后就是没有再凹了，即使是有变瘦。你真的状况非常好哎！你是想真的吗？我真的。你主持人客套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说要客套吗？你以前我不是当主持人的，我是不是客套？客套，因为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烹饪，对对对，状
可是你看我的腿又很非常细，对，就知道我是瘦的，瘦了。可是脸确实你知道很饱满，但是又不是那种打那个玻尿酸那一类的整形脸，是自然由体内到外面散发出来的那种膨量。是，所以真的我们要照顾好自己，选对产品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这个好喝有感又不贵。听说拍广告的时候啊，你那个 rap， 今天我们一直在听那句话，我们整个已经深入脑海中了。因为他们就是、他们在找我拍广告嘛，然后就是拍一拍，他们就说导演就说你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感觉、啊，即兴的嘛，对对对，我说 OK 好啊，然后反正就是那一段我在跟自己那边唱，然后导演说你在唱什么，我就说哦我自己想的、啊，他就说唱出来，我说好喝有感又爱，好喝有感又美，好喝有感又美，还不赶快一起喝，然后所以本来脚本里面没有这一段，我自己想，你好棒哦你。slogan， 你说是不是很划算？我这个人要再包一个红包，对对对，好喝有感又贵，好喝有感又贵，这真的是发自内心。对，你念看，要有念书又很讨人厌。好喝有感又贵，不是那怎么样？好喝有感又哎，好喝有感又贵，好喝有感又贵，好难哦。这个只有你念的，我这种讨人厌的感觉是很难抓到的，是就是因为。因为我那口气是太讨人厌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好喝有感又那个又有点会变比较小声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刚念完，就会说你在念什么？可是我刚念完的时候，那个他们公司的人就说，为什么他要说好喝有感，好喝有感又贵啊？是又不贵啊？不是又贵，但是要有 tempo， 要有一个态度，对呀，就是一个站到。如果好喝有感又不贵。没有那个气啊，对，但是真心推荐给大家，真的很推荐女性朋友们，你喝了之后真的会很有感。是，已经卖了这个有100座的101楼哈，那我想让今天非常开心，我们马上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合作仪式喽。好，那我们请 S 先请就定位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仪式台以及要再次代言人。那我想在这之前，我们先让媒体捕捉一下画面好吗？我们先请看一下正中间，请两位统一视线哦。好，马上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启动仪式。好，左手边请看一下，中间偏左边。好，再请看一下右手边。是的，好喝有感又不贵。好喝有感又不贵啊，这真的我很难拿捏，这是你的 style 哈、哦。好，来我们正中间再请看一下。那等一下呢，这个画面捕捉 OK， 我们就动态补一个，是不是？动态补一个，动态补一个哈，来动态补一个，来，请看一下这位哈，要跟我们一起念 rap 吗？好好，来，这个要一起哦。好喝有感又不贵，好喝有感又不贵，好喝有感又不贵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要来倒数喽，现在有点。紧张害羞了，站在那个偶像旁边哈。好，来准备，3、2、1，是的，在这边宣布，今天的真人真人影和小 S 合作成功。我们再请看一下正中间好吗？那同时呢，也要谢谢 S 呢，帮我们呢这个带来非常广大的消费者朋友们，让他们可以真正的认识到呢 TK Lab 的胶原蛋白。真的可以让我们每天自然丰弹润哦。